撞什么撞啊，操！哎，我忘记这里有洞。要不要下来啦？干你娘嘞！傻小啊！他把你瞪小眼哦！妈，你不下来吗？头一转就下来。阿彪，说这个主要节目怎么搞的？两把都是小学生关卡、欸，是怎样？现在要推销给小学生的是不是？两妈的毕业关还是这种，还是小学生关卡？他怎么推过去？哎呀！被打下去了！我靠！不行不行，这个是第二阶段的，不能玩太久。第二阶段那个保险名额比较少、啊，等下玩太爽，等下就不小心就被淘汰。妈，洞是卡着的，你还想过去、欸？睡醒点好吧。过关，干完啦！又是他妈分组啊！这个大蛋是怎么回事？推进去，推进男队需要大蛋呀、yeah, 有啦，鬼顶，顶回去，顶回去，把东西顶回去。他怎么大蛋在这里？怎么那么多在我家里啊？妈的，想干嘛？给我放好！这颗值多少分啊？我蛮好奇。不知道你们也没有拿，你们也没有要拿走的意思啊。黄色剩四分，可怜，一堆人挤在这里的耍白痴。黄色淘汰，红色淘汰。哎，怎么跳出来了？回去回去。哎，红色比较聪明的，红色只剩两个白痴在这里面，不知道在干嘛。黄色整队都在这里面。还有个内鬼一直往里面推耶！好了，黄色，你可以准备被淘汰啦！拜拜，各位小学生！不会守家，只会在那边，只会不是这个就是淘汰最烂的，你要不要当最烂的就好了。你一直抢这个，我们这一队33分，你第一个你也挖不到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一队多聪明，有分的就他妈全部归在家里，白痴小学生淘汰小学生。全部下去，干怎么突然来这一关这么狠的？他突然来一关狠的，要把所有人都刷光的。这边还有复活节后天才上班，这么爽？干推屁呀、啊！操！没点兵数，推你！急死的快！哎呦，干！哎，马奇，这队的人都蛮强的啊！被撞下去，拜拜，低能儿，嘿嘿，小学生不会玩。欸、其实会玩的好像蛮多的啊，我他上次怎么淘汰那么多人？撞什么撞啊！操！哎，我忘记这里有洞。我忘记这里是洞了。大炮混战，这什么鬼？
避免被打下掉到黏液中，注意那些大炮。干，这个是不是很难的那一个啊？这个好像是很难的那一个哎、欸。通通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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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烂死了这些人！哎，挡住，挡住了！不要下去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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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你就看着那个飞过来再走位就好了，这有什么困难的啊？这有什么困难的啊？没有要站中间的，为什么啊？他们两个，他们全部都站到两边去是怎样？还是我要给他们一点挑战，拉什么操，没被人家赶下去过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样子又没有人会被淘汰。哎、欸，我说边呢？这关也太简单了吧！敢又要分队，妈的，是有没有人品啊？每次都用分队淘汰，强制淘汰、欸。别拉别拉，企鹅是我的。哎、欸，队友 cover 我啊！你妈的，同队要互相 cover 啊！哎、欸、哎，完了，我拉队友了。看看哪里还有东西好啊！你妈的想抢，给我交出来！别拉我队友，别拉我干嘛？拦路死神！你拉我干嘛啦？拦路死神！好，我们现在就淘汰红色，不能让红色拿到就好了。拉住红色，拉住红色的，敢拿到自己的。应该来不及了吧？红色才三分，那红色在干嘛、啊？他混是不是啊？不是，黄色也太努力了吧？那躺着就有分的，他们还要在那边拼抢。有没有东西喷过来？没有。怎么又有两个人下去的、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操！谁卡我？干妈烟灵卡脚啊！我靠，这个该不会到时候有一边是全部掉光的吧？他这个可跳不过来、欸。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跳不过去？水涨爬高时刻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在三回合的水涨爬高关卡生存，最后直取王冠。对啊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水涨爬高有办法玩三回合吗？我看通常第一回合就剩十几个人啊。但整体来说，哎、欸，靠背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我都不走了，你妈的，一撞死我啥？是啊，我都放弃不走了，妈的，一直挤，撞什么撞？敢又被他妈的又被他们推下去，哎、欸，靠背哦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水要上来，水要上来啊！哎、欸，干！奇怪，那个是不是啊？跳不动啊！别挤了啦！操你妈的一群低能！我跳得滚远一点好不好？当什么路啊？啊，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BD 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、欸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这个是帮我点赞？都机器人哦、喔。